好，今天的是重量级来宾，他是我从小到大的偶像，我看他长大的。我们直接欢迎洋葱九一的洋葱。有喜无伤，不是哦。我是第一次泡汽车旅馆的浴缸，为什么？很紧张，因为我在想说他们到底有没有洗。因为你是有洁癖的人，对不对？有一点。该不会你是处女座吧？不是，我天蝎座。天蝎座。所以我每次聊到星座，我就会很紧张。很紧张，因为大家都天蝎座都是坏话这样子。没有啊，我觉得天蝎座很好啊。哪里好？你交过天蝎座的男朋友？靠背，这是优点吗？那为什么你会叫洋葱啊？是我国小一个同学的名字。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随便画，然后我没有想说这个会很久很久，就随便创一个名字，然后最后就红了，我只好一直用。你现在是很紧张？我非常紧张。你可以看前面吗？我第一次看到你那么紧张。你看摄影机，我也看摄影机。好，我先问一下，为什么你这次终于来了？其实是这样子的，因为你一开始跟我说上这个温泉蛋，然后我想说都没有男生上过，然后又要裸体，登山酷炫啊，武阳啊，还有谁？没有那个霸王啊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是被你感动了，因为你每次见到我，你就一直问我温泉蛋你要来上吗？然后一年两年，从2021年你是第一次问，问到2024年，然后你也不会生气，也不会说什么为什么不来，都不会，我真的被感动了，而且这个节目竟然还在，太久了吧？我第一次看到有个系列这么久了，除了九面的对决以外，我好像没办法讲出几个这么久的节目。那我觉得那我应该来，毕竟我们也是认识好几年。那你看九面我约了几次都还不来，其实他现在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可以再问。可以了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因为我觉得你问别人的时候，我们是不会有压力，你就尽量问。真的吗？你是我们认定的好咖。真的假的？好，反正今天有很多问题，然后观众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你。先讲一下那个洋葱的维基百科，他是1992年的10月29号，天蝎座，称为洋葱，是一名台湾桃园市的图文 YouTuber， 毕业于中原大学电类系。电类系是什么？就是可能电机、电子、光电，反正电有分很多个类别。那你怎么会跑来画画？我每次做完实验，然后我回宿舍的时候就会偷画一下，然后画一画就不小心这个流量起来了，然后我就决定放弃，直接做。因为我觉得很多网红都是这样嘛，他就是阴错阳差他就起来，然后反而有些准备好的，然后他这样认真做就最后却没有起来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是洋葱与阿文啊？那个时候我觉得洋葱他没有到非常可爱，然后我想要创一个伙伴陪他。哎，你的牙齿是不是有做美白？我正想做。对啊。那牙齿力道会变弱吗？会。那怎么办？我觉得你的话其实可以不用的，原因是因为你都不用露脸。靠背，我有我的人生啊！我戴面具是我工作的时候，那我私下人生不重要吗？我等一下要跟你去喝酒啊，我不能牙齿白白的。对，因为我们今晚要去阿条喝酒。对，其实这个也是约了一两年。那你没有办法从此以后就不要戴面具吗？我觉得如果不戴面具的话，那就是另一个身份，所以我还是要维持我原本图文作家，因为我本身还是画画的。你很常出门吗？我很常出，我是凹豆咖哎。哎，你那个是姐妹通还是？姐妹团啊，你要来吗？男生混血，我不要一堆女的配一个男的，超无聊。至少男女各半这样。嗯？干嘛？没有，我觉得很可爱啊。他对每个人都这样讲吗？特别对你这样讲。对我不会。对，我对培根是直接说走开。你在？你怎么在这里？对，怎么在这里？培根就是很白目啊。我觉得他白目，但是他只是一个没有心机的，所以你跟他讲话，对，他没有心机，然后你也很容易就看出他的情绪，所以我觉得跟他相处是清爽的、舒服。有些人可能会有点保护自己，然后你跟他聊天又聊不到那个痛点，就是每次见到人都会一直微笑，然后看着人家，然后感觉每天都很正能量那种，就感觉会不会他其实内心有想法的？没有，我其实我也是会偶尔会负能量啊，只是我很少表现出来而已。没有啦，我相信你是真诚，那个看得出来。好啦，网友提问好不好？先问一下，你不要那么紧张好不好？请问那些故事都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如果是假的，我会在这边讲吗？你当我白痴啊？全部都是真的，就因为我没办法无中生有，因为其实那些细节你要掰还真的很难掰出来。要怎么对抗酸民？酸民是一个很奇怪的存在，就是你在现实中都遇不到这种人，但是你在网络上很容易遇到，他就是看你不爽，或是说我出一个周边，然后他就说你现在就是不红了，在那边割韭菜，不红了吧怎样？对。然后我就想说，我不红你会感到开心吗？为什么要去批评人，然后你会感到愉悦吗？然后我就很生气这样。希望可以再出钢原流续集，可以用黑子或排球少年。哦，那这个是我以前画的一个运动系列，画那一篇系列其实花了很多时间，尤其是运动的，像我平常都是这样讲话。对，运动可能你要画一个挥拍就画5张，画超级久，所以从那之后以后再没有画。你这样子一周要更新几次片啊？我以前是一周一次，然后我现在已经改2周一次。
那主要是我创作的方式有变，例如说我在拍食物的时候，我就会去拍一些真的食物，因为我觉得用画的只有画可能不够渲染力，我想要让你们看到那个真的样子，真的样子。所以拍加上画就两倍的时间。那你这样完全没有时间可以娱乐哎？有，但是就是你要很浓缩，很浓缩，两天的晚上可以出去，所以我今天晚上就会用掉一个扣打，就今天晚上就喝酒。哦，所以你今天可以跟我们一起喝酒了。对，可以跟你们 happy 一下。然后你之后可以把我们画上去了。喝酒我已经画过了，除非你们那天你们等一下干了什么很荒唐的事。那你下次可以画我上去吗？看你今天晚上表现，就是有没有一些荒唐事？如果是很正常，喝酒然后回家就很无聊、啊就，就很无聊。那你平常喜欢做什么运动？健身？我会去健身房，但你这样问就很没礼貌，你应该看到就要知道。我爸有啊有啊。一点点。下一个问题。对，想说什么时候退休？因为你画画也手蛮酸的吧？对。很奇怪的问句。所以画画是你现在做会开心的事情吗？哦，我工作我会开心，就是我可能出去玩两天，然后我会非常期待回到岗位上去消化。哎、欸，你跟我一样哎、欸。真的吗？我工作狂。我觉得网络的环境还是蛮嗜血的，然后我想说，看你们有一天慢慢的淡出这个环境，然后认真体验生活。然后放下网络，放下这些酸梅。对，我希望我不要再那么爱工作这件事情。游戏环节，今天就是洋葱要画图给我看，然后我要猜，然后我也要画图给洋葱看，然后我们互猜。那如果你赢的话，你就可以宣传你的周边商品。OK。因为听说你这次出那个娃娃跟什么花鼠店。对，我出很多东西。好，那等一下再宣传。那你先画喽。好，我走过去。好，第一题。OK， 很简单，但是可能会让你猜错。但是我的智商会不会其实看不懂？有可能会看不懂哦。你给我点头，摄影师。来哦，好了吗？我知道，电蚊拍。哦，没错，怕你认为网球拍，所以我这边还要画一个这个开关。这完全不会误会啊，因为你这是蚊子啊，来给大家看一下。那如果蚊子没画，你看得出来吗？你有这个发光的，应该也是看得出来。对，下一题，下一题。OK。洋葱说他一个礼拜会花1000块去夹娃娃机。这什么？这什么啊？欸欸、你自己说我画得很好吧？这样都看不出来。开门见山。没错，答对了。这不是厉害吗？开门见山，我见山就是山。是吧？是是好。欸，所以阿文是你的好朋友。阿文是你的好朋友吗？他不能一心二用。好，这个是一个国家，你一定要猜出来啊！哇，哇，很凶哎！哇，来一个一个字猜。哦，一个字一个字哦。啊，这是第一个字。脚尖。嗯，好。尖奶，尖奶，尖奶国。没有这个国家。对，答案就是尖奶国，不是尖奶国啦，这个答对。阿拉伯。对。我画，我会画吗？啊，没有没有，你是不是觉得博也没有其他国家？来看我，哇，七个字，七个字，有什么东西需要七个字？唐诗哦，不是简单的吗？情感。哦，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。七个字吗？七个字，不是七个字啊。再来再来。晴时多云哦，这有。知道知道。你很棒哎，你很棒。我刚第一个猜的也不错。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。哦。那现在是换我主持吗？因为他一直在认真画，他在笑自己。画完了。四个字，跟一毛有关系，一毛不拔。哇！简单。你很棒。可以吧？可以吧？欸、你画很重吧？很棒啊！可是为什么他一毛好像是连肩膀都有？像是一毛这样画，好，教我。你要把这边擦掉。哎、欸，你画一次，你画一次。你就是不要那么偷懒，你就让他有一个这样，这样。这样可以吧？这应该也没有比这个难。Oh. 然后画在这里就好。哦、oh. ，OK， 好，谢谢你。可以下一题了。学到这个技能怎么样？欸、以后用到吗？有有有用到用到。哦。Oh. 那林丹平常的兴趣是什么？休闲娱乐。拍短片啊。哦，我知道你拍的速度真的有够快、欸。好了好了，来。他不跟我聊天。我跟你讲，它是一个成语，一定是跟 iPhone 有关系。对，这个东西是什么？手机。对。嗯。啊，你刚刚前面讲什么？ iPhone。所以加起来是 iPhone 手机。对。就这样。然后成语谐音。iPhone 手机有什么谐音啊？iPhone 手机有什么成语？手机。你对对对。对哈，答对对对对。耶，答对了。iPhone 手机。给我第一个字好了。安分守己。好难哦，这是有上瘾。你要讲对了，安分守己。
对啊，我刚说要讲这个啊，跟我想的一样。可以。好啦，那你算都答对了。那你可以那个置入你的娃娃了，洋葱的娃娃。这个到时候虾米上应该会有我新出的亚克力牌，就是陪你吃饭的饭友，请看这边。好，然后还有花鼠店，花鼠店，然后还有手提包。那在底下留言留什么葱呢？留洋葱好帅。他们有没有看到你本人？好，不然就随便留一句心得好了。对，这是留一句对那个洋葱的心得。比如说这集好好看，洋葱完全不摘这样子。洋葱毛好长这样子。这可以，尽量正面，不然那个负面的我应该是不会抽到你。那个蛮正面的吧？真的随机抽 ，OK。随机抽好不好 ？OK。谢谢洋葱来，那大家记得去订阅，去订阅洋葱的频道，还有 IG， 还有粉专，然后大家记得去虾皮上购买他的周边商品，感谢洋葱。感谢，拜拜，还送你浴巾，好，谢谢，很贴心吧？那你刚卡之前可以先送吗？而且你可以送我新的吗？这是新的，可是那可以给我包装的吗？有没有搞错？我刚刚特地为你塞的，因为我想说你等下出来的时候，我要那个帮你盖好。哦，好，那我现在盖好吗？可以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记录。很湿，你整个都是大师生哎、欸啊，不然呢、欸？我刚泡在里面、欸。